好笑了。IG Friday 是吧，时常分享黑柴 Friday 的可爱日常。有天爸爸在 Friday 躺着时跑来捉弄他，不堪其扰的 Friday 出声制止，但白目的爸爸依旧没有停止，最后惹得 Friday 直接爆气。饲主分享 Friday 个性高冷，平常不太亲人也不亲其他动物。和饲主互动时通常不会发脾气，除非人类真的太白目了。 不过，就算爸爸一直被凶，我猜还是会持续骚扰 Friday 的。可愛いね，可愛い，可愛い。看来这次最屁的不是柴犬，是人类。人类，你这样是在玩火啊！脸书粉专黑安东酱日前分享一段固执黑柴邀主人陪玩的逗趣影片。黑柴安酱是个爱玩球的小男生，常会咬着球要求主人陪玩。这天，他又叼着球来到主人面前，主人不理他，他就发出蹭蹭蹭的声音。最后，饲主投降，拿起球跟他玩丢接。影片分享后，网友也纷纷笑翻。坐下，趴下，匍匐前进，发现目标。干坐下，趴下，匍匐前进，发现目标。坐下，握手，换手，趴下，对，很好，起来，敬礼，好，叫哎，叫哎，叫哎，好棒。帮妈妈拿星星去捡星星，去捡星星。外面哦，外面，哎，开门，哎，好棒呀！这么棒哦，小帮手这么棒哦，这么厉害呀！帮妈妈拿星星去捡星星，去捡星星。外面哦，外面，哎，开门。 小帮手这么棒哦，这么厉害哦！你去帮妈妈咬卫生纸，妈妈擦手手，卫生纸擦手手，卫生纸哦，卫生纸给妈妈擦手手。被暴露打人！哎。biu biu biu biu， 快点倒下，快点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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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快点倒下，倒下，倒下 biu。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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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快点倒下，快点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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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快点倒下，倒下，倒下 biu给我！哇，真棒！你又要几个？ 你又要几个了？给我！你呀，这么多！